专注就是要避开我们那个一三警察队啊，要不然麻烦就多了。怎样这样可以避开吗？可以啊，很多专政府啊，避开他们的视线啊，要不然这又不能做，那以后跟他一样又上法院了怎么办？ 因为以前是把那个手类哈，要变成禁止手类嘛。啊，我说反正我没有打类，都没有关系到我这边。结果在那个山上工作的时候，那个就公园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了，没有了。他就跟我聊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讲说，好像我在烂梗了。 他把那个罪名加在我这边，就让给，然后就不久，差不多一个礼拜，人家说有挂号，保国这边以为是要领钱，结果是法院的，差不多跑了九次的一个法院。他怎么？那最后就是缓刑三年的。事实上，因为以前总是在这边工作，就国际公园一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划为他们区域内了。 那我们什么都不能动了。啊，你没有办法，想方设法。人家要找很多理由的话。人家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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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所埋怨，因为国家公园从来不尊重我们原住民嘛，所以我们当地的老人啊，他不会讲说国家公园，他会讲说国家共匪，他会讲说他会讲说国家共匪来了，国家共匪来了，他不是他不讲说国家公园的人来了，他会说国家共匪来了，国家共匪来了，这个什么意思？他是侵略者，国家公园是侵略，侵略我们的土地。这老人如果没有诠释的话，就是那个意思，国家共匪来了。过去几百年来，中枢神经的大都市所在，他把他周遭容易取得的资源大概都取得差不多了，他必须要往更深远，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过去不容易到的地方，去寻找更多的能源资源，还有水利等等这些东西。好，要往更偏远更没有人去的地方，那我们直接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那这些地方是谁居住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当然，我们今天很清楚，它就是原住民族他们所传统上居住的地方。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成为原住民族，而不像过去几百年来有很多的原住民族不是被灭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驱赶到都市，那今天他们还能够成为原住民，正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边缘的地方，正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些都市文明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阿拉下啦，叔叔留户哦，嘛见面很大。叔叔留户，台湾嘛见阿你。阿三咪个，一三就莫阿三边个，阿三乌拉个拿来咪个，拿过来拿来咪个，啥样要安全嘛嘞？这边出生的哈，民国49年1月。刚刚妈妈是说，哎，如果这个水可以干的话，她很想再回去啊。那我自己也是在这边出生，我没有印象，一两岁就盖水库就搬走了。如果说生水库能够把水放干了，我还是想回去自己出生的地方。上个礼拜大不了，那生意你是嘛？我打那一样办的，那可能看你们家跟你来来来。石门水库当地的原住民到时候被迫迁村，当初答应当地水库附近居民他们偿还他们土地的，到现在也都没有实现。更不用谈，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它是要切断他们返回祖居地的一个行径。祝你幸福，不论你在何时何时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苦有苦，又有那坚强意气，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当初在南屿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盖了一个核废料储存厂，然后就把台湾在生产这个核能发电之后所产生的这个核废料一桶一桶的运到南屿去，那到现在已经运了将近10万桶啊。这个正是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说，这个台湾在享用的电力，但是它背后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废料，我们很清楚它具有的毒害性，那我们就把它送到偏远的地方，对我们这个都市文明的影响会比较减少。可是这个偏远的地方正是最不懂的这个东西的毒害性，正是最容易被欺骗，正是最不晓得这个东西进入他们的社区以后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的一个社区。
原来我们朝野是非常干净的哈，人为的破坏几乎是没有。早期是流放一些台湾的犯人，我们的学校后来教我们的是都是在台湾有一些问题的老师。那么今到了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台湾的核能废料依旧是堆放在我们的岛上，我们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那么这个不公平是不是少数民族天生以来就该有的不平等的待遇？我们的挣扎是非常的无奈，我们再多的抗议，再多的声音，在台湾来讲，那个就像是一个苍蝇飞来飞去一样，根本都不被重视。1980年代开始，大家对于生态保育，大家对于一个比较好的生态区，大家可以去观赏，大家可以去运用，甚至是说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应该要被保留下来，不受人为的干预，因为这块生态系统可能牵涉着很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或者水资源等等，所以这块地方应该要被保护下来。这个从198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风起云涌的运动。台湾在1980年代开始啊，陆续的成立了像国家公园啊、生态保护区这样子的一个一些地方。好，但是我们又碰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了。那国家公园啊、生态保护区啦、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地方，我们当然是不会把它设在大都市。为什么？因为大都市当然它的生态早就已经，它的自然生态早就被破坏光了。今天这些城市文明，它要去找寻一个它可以保留的国家公园啊、生态保护区，找来找去还是都找到的这个原住民传统的居住的地方。用台湾做例子，几个非文化性的国家公园，把你们的家园让出来，变成我们的公园。我们这个部落不应该划进去，因为人都有休闲空闲的时间了。我们好不容易在这个乡村已经从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哈，给我们后代来作为空闲休闲的地方。但是既然划进去以后，好像有一点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心理上好像有一点不平衡。玉山国家公园当年把东埔里面划归进去有它的意义，原来的理想就是一个国家公园当然是人文资源也是非常丰富，同时台湾的布农族更是台湾山地文化的基本代表，它进去是透过公权力的方式来保存整体人与环境之间的共荣共存制度。那怎么会搞成说今天这个变成在反对这个国家公园？那这个是执行上的问题。国家公园有拿出它最好的放在我们地林，好让我们好让整个新义乡、整个南投县、整个台湾看到说，哇，国家公园划定的这个部落的确实在是让人家羡慕，这个就是值得让大家能够思考说，哇，真的国家公园带来的是好的。
们这个路啊，从去年非比斯10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村民、我们的村长一直反映上去，到现在都没有人在理我们。为什么？他们说，乡公所说这是驿管处的什么花路驿管处，所以应该要用驿管处的钱。然后驿管处又说乡公所没有呈报上来。然后这中间呢，有很多的怎么讲？他们一直推卸责任，说什么没有钱啊，抢修灾害的钱早就没有了。那么这条路是临时探方的，我们的预算总不能说等他在那边等他的探方我们再花，这样的话因为现在有执行的压力。好，你了解。今当我下巴上没心，另一年没心加下巴上没啥路还没啥不上，阿啥当是，现在是根本还都没有十年前都没上。我们睡那个地方，就等十年，等秒上，我们现在进了七八号那家，挨当大厦五八下，零年那都那是他们，房子都沙达蛋，不打了，房子是沙达蛋。你看这个，房子敌人从下面上来的准备射啊，因为以前这个房子不是这么高呢，这个还往下，现在这个是都是那个石头了，那是屋顶的，这个是屋顶的。掉了，就是这样子。用这种都是屋顶。总是变这样子，都是屋顶。夏天都买。阿罗，哎呦，我好，我们老兄弟接。你说。那是像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这个砌的石头是他们以前祖先砌的那个炉灶。啊，这个炉灶呢，它的功用是，它这个火不会熄灭，哦，永远不会熄灭。你不管人到哪里，那个火都不会熄灭，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可以点火的，工具哈。啊，像家里有过世的时候，给他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哈。埋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在炉灶的周围，炉灶的周围就让死人埋在里面也感受到那个家里的温暖。啊，我们布隆族是没有坟墓，都是在这个家里，就他整个的，等于说他整个人也没有离开这个家庭。
望其年建议朝廷要过上他的父亲，这样来的。而这个墓碑呢，很可取的，就是没有用一些平埔族啊，都是套用唐山的唐号，用平地人的唐号来说，剩下五个啊。那么他们现在那个后裔啊，他们同意，这里就由政府来规划啊，他们是这样不计价，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啊。本来还比这个还要大哦，他们原来是清朝赐给他们的。我们以我自己所创立的恩格文史工作室，为出发点，来从事这个本土文化挖掘整理的工作。特别的。那我们就是，那个我就是从，七来北峰开始啊，然后。那边另外一幅是33座，这里34座，到这个70几座，我们这个是爬山的过程啊，就结交了很多优秀的登山员，有志一同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做登山活动啊，把台湾最美的景观啊留下来，成为永远美好的回忆啊。过去我们喜欢爬山的记录，也使我爱上我们南高山到丹大山这一段还没有划入国家公园范围，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民间发起的首座，也是全国第7座公园啊，能够美梦成真啊。国家公园它当然它有一个很好听而且很能够得到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一个名称嘛，但是很少人会去探究，很少人会去理解，事实上国家公园背后它对于这些最弱势的原住民族，而且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台湾，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是有类似的例子，它所造成的压迫，这个却是我们很少去发现的。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抗议后，心里面很澎湃，不知道要怎么讲哈。尤其是嫁到那个国家公园的地区哈，心里面更是不知道要怎么讲哈。但是我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这是表现我们爱我们家乡的活动哈。有关生态保育的这个代价，绝对不应该由最弱势的人来支付。啊，那我们发现，在台湾过去都是这样子。我们要生态保护，这个也是大家都会拍手叫好，说我们大家都要生态保护。那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声之下，甚至大家都认为啊，你们原住民应该牺牲一下哈。可是这是不对的，原住民已经都是最弱势了，我们还要求他们牺牲。我们哦，就全部国家公园都没有把部落划进去，就连原住民都没划进去，所以他们不了解，以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其实有限得很啊。为什么要反人当国家公园的成立呢？因为我们也很了解，我们现在啊在玉山国家公园内，我们所处的待遇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把我们的现在的痛苦的经验来陈述给我们的仁爱乡的仁爱乡以及比如说现在的地利，他每一次讲都是讲那些，甚至讲出说他们要封山要换河，这简直是变成暴民了嘛啊！所以他们应该，我有资料给他们啊，他们应该要研究一下吧啊，就了解我们原来设立发起设立的动机啊，也是要维护他们传统文化，要营造他们的那个就业机会嘛啊，而且对他们好处多多，缺点只是一点点不方便，并不是说我就反对国家公园的设立啊，我反对的是以这样子的方，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粗暴的方式，而且根本没有征询当地原住民他们的意愿，或者是要求他们一起来参与国家公园经营的方式，更何况他是用限制原住民的经济活动，限制原住民的传统的这个文化活动的方式，来让汉人啊，来让这些都市文明的人可以去享受国家公园的好处。
必行，立功必行，不在乎国，不在乎国，爱叛逆员，爱叛逆员，那个拉萨，那个拉萨，阿萨卡达，阿萨卡达，马平大萨，马平大萨，注意啥呢？注意啥呢？一山高木，一山高木，不读不论，不读不论，那努一达，那努一达，不得拉萨，不得拉萨，阿萨卡达，阿萨卡达，不论多大，不论多大，你怎拉萨，你怎拉萨，安泰，安泰，不加谎言。不久，我们的大家看报纸，刑法已经修正，强奸罪是改为公诉罪，甚至在家里，如果先生强制要求太太，我们来相好，太太也可以告老公强奸，非常保护女性。可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母亲不要的国家公园，我们百姓不要的国家公园，他硬要塞给我们，这个就是强奸。我希望国家出面发挥他应有他正确的领导，而且这个成为一种时髦的施政啊，让先进国家觉得我们已经列为先进国家了。我是内政部政务处长杨宝蛙，内政部黄祖文部长他非常诚恳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台北，他要我转告大家，能当国家公园，能当国家公园不设立。